个刘海太多了。三点半的，我什么？没有。随便报个名字，认识的二三十个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你唔该来，臭孙啊！你啦，你看别人个啊！你讲啥物？咱下晡遐尔，讲暗时交予你臭孙。哈哈哈！哎，这样子，那什么呢？忙。拍照去排队，不要挤在这边。要拍照了吗？我们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旁边拍一下，大家都拍得到。去其他县市是有分别，你说这样吗？对，好像是。他到底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也在看他。我知道，都没中，我也中不了。来台湾应该赚几百万，不要打。那抖音是怎样？捐钱的。啊，还可以，让他到账户，没到账户啊？不是哦，就算一切是过用的话，应该不会有对他怎么样的。我想，我所内了，真的嘞。加防光不是有四个？我觉得哪一个啊？敏龙，一个女生，三个都玩女生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场敢对他怎样，应该做文字。除了文字哦，你应该没有感觉到怎样。
拿回你再做。又来了，他最本事这样，然后全部拍完再投这样。啊，我们会把这个。
媒体都说他要返，他没有要返岛。是几点？一旦一个，北部一个。对，然后走到台湾，走到这边。他是看不到，人家是头歪掉了。当时我拿纸的，他们没办法取荧幕，因为我拿可能我不知道怎么经过。我需要门铁。卖用古关灯。OK。两万门铁，两万过两百。关灯。他们说如果讲话，他们会爆音。这我现在不讲话。我都帮他们看就好了。其实我要省力气一段，哈哈。
Yeah.
拍照。